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晴 Clicky， 今晚继续玩一点的 Flaming 的 Flow 这款游戏。我自从上一次开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把它关掉过。其实中间也差不多隔十分钟而已了。我很怕我把它关掉就没有记录，我不知道这款游戏的记录时间是什么时候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玩一点红潮之眼。在上一集阿德走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稍微刚刚偷偷去爬了一点点文，听说下雨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罐子就是装雨水，然后直接装到的话就会是干净的水，像是这样子 clean water， 这样子我们就有喝不完的水啦，不是吗？然后我可以把水喝掉，是不是？喝掉，喝饱饱。这样子看起来食物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源呢。嗨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。那一直下雨的话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吗？为什么流鼻血了？它这个感觉很大耶。我们是要直接到下一个地方去吗？我想整理一下我的包包。为什么得到新的东西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有想进去。哇，跳进去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我们主角怎么雨突然停了嘞？我该怎么从这个地方滑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这艘船怪怪的？怎么撞到了？然后这也太窄了吧？我们的船的耐久度是哪里啊？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哦，其实刚刚有撞到跟没撞到一样。好，往前滑。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前走，然后雨突然停了。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个 wet 的标志啊？啊，还是它过一下就会干了？我们刚刚没有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再去找下一个点，继续往前前进。今天我们要继续，会怎么样？撞在一起而已，我还以为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。然后在路上啊，会有一些小东西在沿岸上面。爬文的时候说，这个窄口好小。爬文的时候说，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小道具，搞不好可以找到我想要的石头。没体力了，存一点体力。前面又到了一个鱼屋我们到那个鱼屋去看看。然后那个是什么工厂吗？怎么办？好多地方哦，等一下要撞上了。我们去营地好了，我们没有去过营地。然后那个是什么教堂？哇，这真的是可以这样子过去的吗？可以。这边水还蛮平稳的，我们先去营地，然后再过去教堂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的状态消失了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。来到了 Camp Candor Lake， 这是一个湖泊，中间有湖泊是不是 ？Owen has， 这边有，它上面写说这边有那个石头，太好了，终于有石头了吗？有，还有兔兔我需要。这个是蒲公英，我是不是需要整理一下包包？对，我需要整理一下包包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天，我的肚子有点饿，然后有点疲倦。我先整理一下我的包包水的话，其实我们带一罐就好了。然后看一下，好乱哦。盘尼西林，这个放在，要不要全部吃掉啊？还是没关系，先放在船上。然后这是 fishing hook。我可以做一些事吗？我可以等一下，我是可以合成一些东西哦。开始有点紧张了，我看一下哦，我可以合成这个针线包哦，好多针线包哦 ，hook 加上线就会变针线包，那我就做一大堆针线哦。我可以做 torch 火把，等一下 ，no， 我不要做火把，我看一下上面写什么 ，burning light to the night， 哦，它可以就是亮亮的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吗？我还可以做绷带，好哇。要现在做吗？好做啊，为什么不做？感觉绷带很有用好，我们做了一个绷带了。那目前好像就这样，没有东西可以做了。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包包，把我们的杂物放进去，蒲公英通通放到船上，好多杂物哦，真的越看越多。这边也是蒲公英，放到船上不行，快没位置了，放在我的身上。放到船上。为什么他这么难操控？我只要放三个在我身上就好了。这是怎么样？我先全部放我包包，然后放十个进去。它不会叠加真是蠢蠢的设定。然后我也有一个这个进水的，可是我的水都很干净啊。针线包放船上，这个也可以放船上。好，
先这样，我们去探险，然后拿一点石头，我们才可以做一些就是用石斧可以做的道具。哦，我刚刚以为是什么生物哎，萤火哎，然后乌鸦哎，找一下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捡到了，这样子我可以做石斧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道具可以，我可以做石斧哎，我需要一个绳子，我直接看哦，绳子的话，我要怎么做绳子啊？是这里吗？滚上去，为什么没有绳子可以做？绳子，绳子，绳子，绳子。哎，还是树啊？我是不是需要什么树苗还是什么东西才可以？有啊，我有树苗啊。哎，是我没有看到绳子吗？绳子啊，有，需要一个 cat tail 啊，一个猫尾巴。它不是树苗，猫尾巴在哪里？猫尾巴啊，猫尾巴全部在船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香蒲草可以做成绳子啊？香蒲草很神奇欸，它可以吃又可以做成绳子，也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吃的绳子。我这样解读有没有错？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线，做好线之后我们可以做 stone knife。 有了，我们终于有一个东西了，我接下来可以去做 stone hammer， 就是这个 stone hammer 我会需要，布，我刚刚才把布用掉啊，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点布，我们去翻翻看。然后我肚子有点饿欸，我是不是应该吃点东西啊？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什么 berries 果子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我可以吃果子吗？我快不行了。有欸，可以加果子，然后上面有写那个欸，那个过期的时间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想吃，我不会等到过期，我现在就吃掉。我发现那个我好少 ，Yuka 是啥 ？Yuka， 油卡，感觉很好吃。我可以在火烤点什么东西之类的吗？我可以拿煤炭，我可以睡觉，我可以坐下可以干嘛？哎呦，我发现主角脸歪歪，坐下可以做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help after the food poison， 帮助治疗。解毒的东西，好，站起来看一下，所以也是食物吗？看一下哦，欸，是欸，还有加口渴度，好啊好啊，喝掉。然后我们似乎需要点休息，有增加了，补回来了。我们先再搜寻一下，乌鸦吵死了，走开！哈，它那个羽毛在空中是不是？对，我有搜寻过这个了吗？没有，又是一个，太好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我觉得啦，我大概这个系列就是可以活三天吧，就是三集。羽毛一直在飘欸，是要等它飘下来是不是？飘下来了，捡到了。我们再四处逛一下，后面还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后面没有东西。然后右边这个地方有捡到了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东西。欸，这边还有路欸，哦，乌鸦走开。欸，这个地方好大哦。这边可以睡觉，刚那个地方也可以睡觉。这边又有一个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辣椒吗？这是什么？alloy used for turning bit for treating burns bite and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欸，什么零件之类的 ，maybe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berries， 哎，满了，我想要吃一点梅果。我们放一点东西在它身上。然后羽毛也可以放你身上。我发现身上好多零件，我刚刚是在跳什么舞吗？手举高高。这地方好大，我都没有来过这里吗？真的，这是不是有点大？还有东西吗，狗狗？走开。羽毛，哎，羽毛捡不到，算了。这个是可以捡的吗？看狗狗，狗狗在哪里就知道哪里有东西可以捡。好的，目前是这样。我们需要睡个觉，我们需要睡个觉。open， 把这个地方给打开。车上会有东西吗？我们待会过去看看，先搜寻看看。一个老旧的木板，好啊。然后再睡个觉。哎，我发现火熄嘞。睡觉，我们睡几个小时啊？四个小时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睡四个小时。我不知道那饥饿度怎么算的，会不会起来又饿死啊？看一下哦。哎，会哦，好像有点低，
不过我们的体力补回来一点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天，然后我们绕过去，我们去这个地方，它好像只能 sleep。然后这个地方有羽毛，可是我捡不起来了。看一下哦，老旧的木板要你的身上捡起来，之后再把羽毛放在你的身上，然后我要吃一点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啊 ？Consume stack， 这是一次吃完吗？看到、哦、它补二，所以一次吃两个的话，是应该是补四才对吼、哦，有吗？哎，补四哎，所以哦，所以那是一次吃完的意思。好的，太好的。那我现在会一次吃东西了，我需要合成点东西，有没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工具，我想做弓箭，弓箭感觉很酷哎，可是我没有铁刀，然后这边什么 gas bomb 气什么什么鬼？为什么突然变这么暗？哦，阴天，阴天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雨了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要做什么啊？我现在需要做这个 hammer， 可是我一直没有那个布。好，我们要快点去下一个地方了，要开始下雨了。我想抓兔兔。感觉我就是要做那个 hammer 之后，我才可以做什么陷阱啊什么之类的。哦，呀喂，太糟糕了！为什么每次来这个地方就会，他就会说发现什么新东西啊？是代表我可以做新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哦，我还以为每次过来这个地方就会不是下雨。嘿、欸，进去，他刚有提示哎、欸，说下雨天的时候可以那个装水。好的，啊，我上来的时候还摸一下狗狗哎、欸。我们喝点水好了，我要饿死了，我快不行了，帮我们，移到包包里，使用，先喝饱饱再说吧。使用，那我们也把这个空瓶子，在空瓶子里面装满水之后再放进去，移到包包使用。那我现在可以直接做蒲公英吗？就是蒲公英的那个食物，好像要在火旁边才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，我们快点，我们要快点去找布料，想办法找到布料。BGM 又出现了，这边有地方可以睡觉哎。这边有什么吗？你有找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东西啊，你为什么要叫一声呢？汪汪汪！更多的种子，更多的材料，更多的兔兔，我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哎，我想吃你啊，大大。这边有那个。给我那个好不好？啊、有了有了，太好了，心想事成，我们可以做 hammer 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嘞，有了吗？好像完成我们的任务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工具。我想做有没有什么铁的 hammer？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那种陷阱啊之类的？哎，我看到 trap， 它需要三条线，我可以耶，我可以做哎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做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一下，翻到哦，然后一条线，狗狗是什么了？两条线，哎，我可以做 box trap， 箱子陷阱，这样子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一直叫的，哦。会投猪哎、欸！兔子，我们可以用陷阱吗？等一下，陷阱啊，我可以架设陷阱。右键建筑，那个是兔子洞是不是？啊，哦，那我就把它放在洞上哦，这跟 Don't Starve 很像。哎、欸，狗狗过来了，哎、欸，它会被荆棘吃到。那个，我先吃点东西好了，我要饿死了。Cat tail， 我全部吃掉，肚子好饿、哦。我要吃香蒲草为生，饿死哦！好了，补回来一点点了。进去啊，进去兔子洞里。哎、欸，抓到哎、欸！也太简单了吧！我还可以 collect， 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我还可以再用哦。哎、欸，这东西也太神奇了 ！No！ 啊，我架错位置。No！ 哎、欸，啊哦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刚刚抓到了兔子在哪里？兔子，什么 ？Kill rabbit， 杀掉它。好，我需要这兔子肉，杀掉兔子了。然后现在杀掉之后要剥皮。剥完皮之后，我得到什么了 ？Quick， don't panic，
不要紧张，我没有紧张啊。这是什么 ？Tainted meat. Don't eat it. It will kill you. 它会杀了你。哦，它把我们的毒药跟肉合在一起。可是肉我自己要吃啦，我不吃的话，我自己会挂掉。那这个皮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衣服吗？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皮先放在它的身上，然后我可以给山猪吃吗？山猪吃肉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先不要好了，先不要好了。我肉还是先留给自己吃。我总觉得填饱我的肚子不如填饱。哎，我抓到了、欸！我可以再收集吗？哎，不行了。Trap use up 啊，陷阱只能用两次。那我又抓到一只兔兔。哎，我就这样子抓了两只兔兔。好，那我再杀掉一只，这样会有很多肉哎、欸。好哎、欸，然后剥皮。皮是不是可以做衣服啊？对不对？我这边有一个皮，好，先这样子好了。我看一下我可以做什么，好多东西可以做。我可以做弓，需要铁的刀。等一下哦，这是不是进阶的东西啊？那这个是什么？Rav 竹筏的东西，还有没有什么 trap？ 这个是 spear trap， 那个叉子不是叉子，那个叫什么 spear？ 就是那个刺人的那个陷阱，需要三个什么？Spear 就是那个 Don't Starve 里面那个长枪是吗？三个线，好多好需要线哦！发现这里面线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，线需要我把 Cattail 全部吃完了，对不对 ？Oh my gosh！ 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吃 Cattail， 还有十个，还可以。我先回去拿点 Cattail，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用那个东西干掉这只猪猪？我先回去拿那个。拿东西，然后我们好像需要银鹅火煮点肉来吃，不然我们会饿死。我先把一点 cattail 移到我的包包里，然后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就放在竹筏上，这个用不到放在竹筏上，先这样子好了。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三个绳子，一个，两个，哎，no， 差点按到，然后三个绳子。我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 porch， explain your carriage up， 这是包包欸，然后它需要缝针线，哦，我的包包有变大吗？欸，有欸，太好了。那我接下来干嘛？我刚刚看到了 spear 这个，dangerous trap trying to kill 你们。好，这是一个杀人线，我们可以拿这个去攻击山猪吗？我们设看陷阱好了。玩这款游戏好可爱哦，感觉有上手的 feel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拿我的包包的陷阱，是不是要盖在这个地方？然后我们引诱猪猪过来，来 ，Hello， 还会过来吗？为什么？哈！哇！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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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怎么才会过来啊？过来啊，不要给了！哼！有了，来了！再！哼！是这个斗牛的节奏。过来，还有一点点，有了。我刚被哦，我现在骨折是不是？哦，我刚刚真的很努力。等一下我骨折，我需要等一下我先采集一点东西好了。拿到了他的身上的肉还有东西。好，我先回去，然后我们去拿那个固定我们的骨头，好像很痛的样子。我这样是不是？还有我发现这是我们的血量啦，我们全身都是血。然后我好像快饿死了，哎呦，还活得下去吗？这个骨折用的东西放在我的包包里使用，这样子吗？哦，骨折好了，我的骨折已经修好了。接下来我需要引点火欸，我该怎么引火啊？我需要一个干的这个，还需要一个石头，石头啊，没有石头。没有办法引火，没有办法吃肉。
我们必须要到下一个地方才行。然后我需要先想办法保持尤卡可以吃。好，这个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。我现在剩11耶，好像很糟糕耶。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？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呢？什么都好，蒲公英不能够吃。他上面写 fine for eating 哎，可是他没有写补充饥饿度。这个肉加25，这个香蒲草我很需要。还是我先吃一个生肉。他上面写什么啊？会中毒吗？吃一个好了，不管了，中毒就算了。啊，还真的中毒了。这是怎么办啊？我要解毒剂。好，我还是需要火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先睡觉了，睡四个小时好了。 Alright， 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了，希望爸爸会喜欢这集 episode。 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，如果喜欢在左上角的订阅旋律频道，是跟着我们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咯。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哦，顺带一提，下一集 episode 是下礼拜六咯。